外胜大集中200，今天去彩券行再换一张刮刮乐，哈乐叔真的很垃圾，连杠五张，改买披萨试试看。这五张垃圾赶快拿看，别污染这张代赛。今天再来刮一下披萨游戏，看能否再次中奖。选号逻辑一样，加总等于为码零加零加九加八加一加九加零加七等于四，选为码零七四。依照往例，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手环时间。现在是中原标准时间10月27日，现在开始开刮。先来刮 QR code 位置。再来刮幸运号码，幸运号码16、31、22，继续刮您的号码。您的号码30没有中，继续刮。您的号码24没有中，继续刮。您的号码29没有中，继续刮。这边刮出英文字母 T， 可能有机会200,300或1000，继续刮。您的号码21没有中，继续刮。您的号码26没有中，继续刮。您的号码27没有中，继续刮。这边刮出英文字母 O 加上 T， 可能有机会200或1000，继续刮。您的号码34没有中，继续刮。您的号码20没有中，继续刮，不太妙。最后两个号码，您的号码23没有中，继续刮，不太妙。最后一个号码，这边刮出英文字母 Y， 就是杠龟了。十月份封关结算，再来杠龟一张。共呼共呼，牛哥共呼哈，共呼。共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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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鱼钩共呼啊！金将虽五告虽，依照往例还是要用 F 扫一下确认一下。用 F 扫一下确认未中奖，乌龟再一张。十月份结算，今天换刮披萨又杠龟，累计十月份买23张中9张，买4500中2700，赔1800。十月份结算还是输到脱裤子了。接下来休息，等等十一月份新款刮刮乐。我没中奖没关系，祝大家都中奖。